日本朝思暮想的 F-35 终于形成战斗力了。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点日前公开表示称，在亚太周边局势迅速变化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 F-35 十分急迫。日本目前已经在与那国岛三泽基地追加了 F-35 的部署数量，不久之后这一基地的 F-35 数量将达到九架。由于这一基地是日本面对中国的前沿基地，距离钓鱼岛仅仅150公里，因此未来在东海方向威胁极大。据说日本 F-35 已经几次出动赴东海飞行，目前尚无媒体有相关报道，莫非真的是隐身性能极好，雷达毫无反应？看来日本 F-35 果然厉害，绝不能对其掉以轻心，也有可能。日本的所有的产业，他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军工大国。现在北韩要爆炸锅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凑一脚也要炸锅了。日本为什么炸锅？日本突然间宣布，他的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怎么样？下个月要到南海去，而且要在南海待3个月。哦，好，出云号到南海去。出云号到南海为什么会炸锅了？为什么炸锅？这是我认为北韩之外亚洲第二大的事情。这出云号根本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这个日本宪法里面规定你不能造航空母舰，所以他说直升机驱逐舰 F-35B 头空可以降在上面。你来看，这是 F-35B， F-35B 在这个出云号上面，这是示意图啦。但是所有的专家注意哦，所有的杂志都说出云号是可以带 F-35B 的，是因为 F-35B 跟别的不一样，它是垂直起降，它也可以垂直起降。那你既然是直通式甲板，所以它是可以垂直起降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宣布派16架 F-35B 到日本去，那什么这什么态度？就是 F-35B 随时可以透过出云号到前线去打击他的敌人。日本它的军工业不得了，因为它的造舰技术是不得了的。日本现在有11家公司可以造舰，5个造船公司。你知道日本现在造中大型船只的能力是世界第几名？2名。哦，它造舰速度全世界第几名？1名。它今年造了一个驱逐舰，这个驱逐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2年之内造不出来，日本5000多吨的驱逐舰2年之内就把它造出来，而且再加上日本的电子作战系统全世界第一。我告诉你，波湾战争的时候美国人用电子系统 80% 是日本的，所以人家说波湾战争是美国人打，是日本人打赢的。是，还有日本现在雷达也是世界第一。三菱重工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这个爱国者三，他可以做爱国者三。我告诉你还没完，他给美国人说我要部署124颗爱国者三。美国人说好，我给你卖120颗。他不必，他说你只要卖我32颗，那美国人说剩下92颗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三菱重工自己做，他已经会做爱国者三了，自己做爱国者三，所以将来美他部署了124枚，只有32枚是美国人卖他的，92枚是他自己做的。还没完 ，F-35，他自己做，他会做 F-35。他做 F-35，我跟你讲，他现在三菱重工已经做 F-35A 隐形战斗机，日本政府向三菱重工下了42架的单子，你看他会自己做，他做日本政府还下单了。对，日本政府下了42架单子，而且是美国人默许的。他做爱国者三，他做 F-35，真正让全世界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还有更可怕，比 F-35还可怕。比这两个小 case， 他最近成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全世界最大哦，核废料工厂。那中共就看你怎么玩嘛，老美也不讲话。大家都知道，他说因为我日本很多核电厂，所以我需要这么大的核废料工厂。大家都知道三菱重工核废料工厂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浓缩铀制造工厂，它可以做核弹的。它可以做，就说它随时可以做核弹。第一个，它随时可以做核弹；第二个，它已经在秘密研究
核子潜水艇是跟核子航空母舰，不要忘记，他现在已经自制了22艘这个昌龙级的潜水艇，他昌龙级核潜水艇就已经有核子潜水艇的架构，你只要放上核子发动机，它就核子潜水艇。是，所以日本现在军工完全在脱胎换骨之中，让你耳目一新。5月，出云号到南海去。